物直播间，我是龙妹妹。我是发条熊。根据前线记者小半龙发回来的消息，据说蜘蛛的丝线比同直径的钢丝还要强五倍。树懒的肠胃和它一样慢，气体不会在体内堆积，所以树懒是不会放屁的。今天小半龙 APP 又上了新作品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小半龙今天去了哪里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半龙。快看，这里有一只正在干饭的大熊猫。众所周知，大熊猫是一种靠卖萌为生的素食动物。其实大熊猫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，江湖人称食铁兽。牛掰！据记载，大熊猫经常会溜到人类的村庄去舔舐一些老铁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所以大熊猫被误以为喜欢吃铁器，因此称之为食铁兽。实际上，大熊猫只是因为长期吃素，身体缺少了一些必需的微量元素，所以才去舔一下老铁，补充能量。其实，大熊猫也不完全是素食主义者，他们的祖先也是喜欢吃肉的，但是因为行动迟缓，追不上猎物。嗨，能吃上肉，谁还想吃素呀？